真棒啊！哎呦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！所以我就想做。大家好，水哥，这个最近啊，我媳妇儿买了好多食材啊，什么枣啊，哪儿好多呀？大黄米呀、啊，是吧？也就大黄米面啊。然后现在让我去买大芸豆，嗯，还需要买什么？不需要，就是大芸豆开锅烂就行。啊、要做什么？蒸年糕。年糕快年根儿了是吧？我看人那可想吃的，就是尤其是我特别喜欢吃，就是豆特别多的，嗯、然后枣不喜欢吃那种有皮儿的那种，我就自己研究，就用那种蜜枣，然后搁一点，其实不搁枣也行，但是要搁点枣，甜甜的会好吃。不是你能吃多少？你会做吗？关键是不会，现学现卖。嗯啊，那蒸年糕，人你不学习，你永远进步不了。到时候你蒸好了，给你婆婆拿点儿。你都不让我多买，你就让我买二斤面，搞不好咱家人够不够？你知道你年面要二斤面，弄完了就不点点儿。是吗？嗯，你不先尝尝。我可以，如果要成功的话，我可以继续做。下面我去买食材啊，他让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做成功啊，蒸年糕啊，不知道屏幕前的您会不会蒸年糕啊，有没有会做的啊？就我们怀柔这儿吧、嗯、就是山里主要是普遍表现啊、嗯、就是一到冬天快过年的时候，你看家家蒸年糕，嗯，蒸年糕什么搂煎嘛，烙米黄，反正就这一类的吧，就他们就好多。我先看看你做怎么样了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一窍不通。你得先保证我要做砸了，你别打我。没问题，先去买食材去，走着。做年糕也行，还有这种的也行。我不要那个，那我还是要这个。就那个好些面糊的。是吧？这面糊。还有这个更好呢，这粉嫩粉嫩的。那我不敢呢，我看都是这个。做年糕。这多少钱一斤啊？7块。都今年新的，来二斤、啊，这叫大花芸豆是吗？对呀、啊，紫花芸豆面是、嗯。来一斤，一个半斤。我不知道一斤是多少，就这一种豆吗？就你做的那个？我家拌面就一个，啊，还有俩。对，就用这一种豆。就用这一种豆。我那意思，这些多这么多种豆呢，你俩都来点儿，你俩搁点儿。啊，可行了，我就所有食材已经买回来了啊！今天媳妇跟大姐做一个叫什么玩意儿？蒸年糕，蒸鹿尾儿，蒸花鸭，烧子鹅，酱鸡腊肉，松仁炒肚。蒸年糕是吧？先把豆给它煮那什么了，煮烂了是吧？对，煮到就是一掐就软和就行、嗯、啊。就使用这种大芸豆是吧？对对对。还用放糖吗？里边？不用放糖。不用，嗯。哦，不用放糖是吧？嗯、马上开手啊，一会儿开做。就搁底那一层就行呗。也没做过，俩人在那研究呢，能成功吗？你得说我有这份心情。对，人家都用那什么，他那个帘子都有那个爪的，没看滴溜出来往夸一扣吗？咱这他帘子有爪，关一夸一扣能，人家那个就这么点儿，你夸一扣，你这么大，你咋也夸一扣不了？咱就是整中间那一股篓呗，不会。反正快到年根儿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功。蒸年糕，我想搁一小盆。垫上屁股，搁一小盆里头。搁个盆里蒸不了，它不透气，能蒸熟吗？那你那意思蒸东西就是搁使气儿熏不熟，你豆首先就是半熟，就是熟的了，基本上。我那意思你别都漏下，它泥也漏不下。先开始和面吧。这面不用和，就是啊，就是拿水喷。喷。对，喷到。阴上。阴都不叫阴。还是小不小？不小。啊。就是把水喷，就是喷到什么程度呢？像那个跟那个苞米面对，还转不上了、哦，然后还湿了。这是我们买的二斤啊，大黄米面，状态做这个年糕用的啊。去听会喷，也不知道咋做。其实用嘴也一样啊、用啥？不就用水往里浇也一样，浇那不匀。开水还是凉水啊？凉水。倒。这是咱们喷那个水、浇菜的是吧？开始蒸年糕啊，做年糕，然后大黄米面二斤啊，用这种纯净水直接给它喷湿，凉水是吧？凉水喷是吧？嗯，对。哎呦，这呼呼直往上起的飞沫。你离远着点，小心。空气当中全是那种飞沫。小心溅你一身。嗯。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啊？自己蒸年糕，过年了就有过年的气氛。就是看着人家吃特别香。我那点豆少不少？不少。我喜欢吃豆多。一会儿你还得搁点枣呢。啊，还搁枣？买一层枣，大
大姐非说白枣，然后我说我怕那啥，后来弄点蜜枣吧。哇塞，就这样喷？对，这什么能喷完呀？不是，不能让它湿，很快。这什么活？中间换人了，干让我来喷，累着呢。嗯，焦酸的这个手。不是这个，因为咱们这个面弄出没准是这个更好。嗯，它那匀溜是吧？嗯，我来。你看是不是面蒸多了？这叫一盆不多，你待会儿你就知道的不多，因为它得出层呢。我知道，现在其实还没湿呢。那得回还得使这个呀，别的你使不了啊。嗯，直接和水不行啊？不行，不能成、啊、不能成团儿，说白了不能成疙瘩。对。哦，还得转转。对，他妈有的还得用塞一塞呢，撸一下子。这天然壶挺好使的呀。哎，都没有了。有。有吗？有有有。嗯，之前分享过一次，那次买不了是吧？特别好用。嗯。水没了吧？再灌点。浇花啊。灌点。再灌点，别弄了。喷酒精都行，没了都。这家喷了一罐。干面的，干面就不行了吗？就是弄到什么程度啊？告诉大家啊，啊，就是还不能有干面，然后一转还不能成团儿，知道吗？就你们掌握好这个筋劲儿，就是有潮劲儿，是吧？还不能成团儿，接着给它喷吧。看这喷出的都是雾状。还是我来吧，这都更笨。这个喷雾你就摁一下，歇两下，摁一下，歇两下。大功告成喽！煮的大芸豆啊，煮熟了已经，然后这边用那个大蒸锅弄了一个屉布是吧，跟那个屉布上做是吗？对，然后这个面是已经印好了、嗯、是吧，喷的喷好了啊，弄成大红米面，潮乎的，潮乎就行了啊、嗯、然后这是媳妇准备的蜜枣啊。哦，对，让它湿着是吧，它得烧开水，这蒸锅得先给它上气儿，先给它烧上气儿了。好嘞，然后咱们再进行下一步、啊、好好好、这个、把大蒸锅这水啊烧开了啊，这个豆已经煮的就是差不多了。哎，好甜呀、啊、空气中全是那种豆香跟那个甜的味道，那必须，还有这枣甜的味道啊，还有这大黄米的香味，哎，有过年的气氛了啊。先把豆给它捞出，马上开做了啊，我们再放点白糖啊，这样做出来更有底味啊，有甜味。如果您要有糖尿病呢，就别放白糖，是吧？对，蘸白糖吃，或者不喜欢吃糖的就别放。对对对，嗯。那边的甘蔗水、枸杞大枣继续给你泡着，昨天晚上没咳嗽，真是大起作用，也不知道什么起作用了啊。好了，哎呦天，开练了啊，过年喽，蒸年糕了啊，来吧，来吧，这回给它关小火啊。刚才说用一屉布给撤下去了，没用啊。怕他那什么，这个地儿搁一个大碍事儿是吧？这地儿搁一大枣给他挡上这眼儿，别漏。吕大公主就是聪明，剩下别的都漏不下去。开始倒豆啊，第一层倒豆啊，倒这种大芸豆。我们觉得豆少点，看看这边又呼又压了一波。这边一点一点蒸着，这边先呼着啊。哎，对，不能让它有重叠。对，不能有眼儿啊，因为一会儿还搁那个大黄米呢，面呢啊，要不它漏下去。为什么呀？推多也不行啊，推多也不行。对，就是一就弄一层是吧？也还得搁点枣呢。啊，不，一层豆一层那个面，一层枣。我看他那个枣豆一起搁，那吃的不是那个混淆的味道。那你就可以中间搁都有，对你那层再搁，单独搁枣，来，行了吗？行了。由于这有眼儿，这一大眼儿。那个眼儿，我刚拿那个挡的。这儿有四个眼儿，五个眼儿。把眼儿一定给它糊上。对，不能让面漏、哎。有点眼儿也行，它还透气呢。是透气，但是那你撒面之后，啊、让那面粘乎上之后。行。准备一个筷子。准备一筷子扎眼儿。没问题。不让它重叠啊！不让它重叠。这我跟你们这样说啊，过年过的什么呀？就是一气氛，知道吧？甭管你煮个肉啊，蒸个年糕啊，是吧？炸点豆腐呀。差不多了吧？这回我要弄会了，我老弄。醉。行，咱们先试验一次。要好吃呢，到时候给妈他们做点啊。老人也爱吃，老人爱吃呢，还吃不了多少，是吧？开始搁面儿。啊，直接往上撒。对。大家看见了吗？这面和就成这样啊，不用太粘，也不能太散。啊，一层一层的，
开这仨大红米面啊。这我感觉可以让它大开了，对，啊，得让它上气儿，看气儿。来吧，就是别有疙瘩是吧？对，别有颗粒，别有疙瘩，要不然蒸不熟，对，口感不好。别蒸完了干面子。你们那个做蒸年糕了吗？过年蒸不蒸点啊？不是，你们是这样做。对，我们学没学到精髓呀？我们也是现学现卖啊，不知道能否成功呢？不成功则成一滩泥。能吃就行了，真是蒸熟了就是好样的，起码敢干呀。对，哎，第一层码了一层豆，然后把那些眼呢都给它堵住了，第二层码那个大黄米面啊，然后都给它糊上啊。第三层呢放什么？放枣吗？还是说先蒸一遍？先蒸一小会儿啊，就是它等于是码一层面，完了蒸一会儿是吧？得先给它蒸熟，然后再给它码。这样呢，你不能说弄十层那样不爱熟，这样一层一层的熟呢，它特别好吃啊。盖上锅盖，蒸两分钟，上气儿啊，给它蒸2分钟啊，继续再往上码。来吧，第一锅啊，蒸2分钟了啊！嚯，好香啊！这回开始搁枣啊，第三层开始放枣啊。枣不用搁太多啊。啊，前两层啊蒸了2分钟，然后开始码第三层放枣。第三层蜜枣已经码完了啊，好漂亮！咱这个不是那个聚碎那种切糕啊，咱们这是年糕啊。咱这切糕也挺好，还少花钱，还吃的放心，还便宜。第四层开始继续再往上撒面啊，第四层已经码好了啊，又糊了一层大红米面啊。这回盖上盖啊，打几个眼儿。盖上盖再蒸4-5分钟啊。好嘞。来吧。这个是蒸的第二气儿啊，蒸了7-8分钟，7-8分钟啊，因为这锅面厚，是四层，多蒸再加豆啊，多蒸会儿没事啊，别不臭，对，别不熟，再来一层豆，第五层的豆已经码完了，继续再给它码这个撒这个大红米面啊，第六层的大红米面已经铺好了啊，这回上气儿，再给它蒸5-6分钟、6-7分钟了啊，继续焖上。继续给它蒸了啊，上气儿再5-6分钟。第六层啊，已经蒸好了啊，开始码第七层的枣。好不好看？太漂亮了！第七层啊，已经码好了，全是枣。馅儿的都撒进去了。第八层开始糊面啊，大黄米面，再给它码一层。扎眼。第八层再给它扎眼儿。这回盖上盖啊，再蒸5-7-8分钟。真精第八层已经蒸好了啊，开着那糊第九层豆啊，最后一层了啊，咱们一会儿再上气儿再蒸，一会儿咱就出锅了啊。扣上盖，再来它半个小时。一共9层了啊，年糕完了再给它蒸30分钟，然后就出锅了啊，特别期待啊。这家伙9层蒸了4-5回了，然后这回没水了。这回又蒸了40分钟，熟没熟啊？不知道，熟没熟也先弄熟瞅瞅吧。应该时间来讲是够了。能不能吃啊？窝一柱子。可以，这哪个窝呀？这窝不了。咱就搁这上铲不行吗？对呀、啊。怎么再往拉十字花刀？就这样。啊，打呗。来吧，十字花刀。整，先整一块儿，咱看。哇塞！第一次做呀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蒸年糕啊，这个相声里边说那蒸鹿影乱七八糟，这个这是第一个。哎呀妈呀，哎呦完了，我靠，这哪办呀？完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塌锅了。这哪办？不是那梯儿掉下去，这怎么办呀？这周出来呗，这个先逼啊，给它周出来呗。听他都闹腾，你看真没有生，没有水，没水了吧？我的妈呀，干锅了，到底儿了。这大年糕也不知道熟不熟，真棒啊！哎呦，费了9牛2虎之力啊，给它干出来了，看见了吗？成功了啊，多好啊！焦黏的炒菜，一会儿品尝一下子啊。先让它稍微那什么一点，哎，给它晾会儿，晾凉了给晾会儿啊，然后再切啊。现在就可以给它倒过了。
真漂亮，看见了吗？真好。我觉得倒得过来吗？关键是倒得过来。那好，把这个怎么倒啊？这不有个帘儿吗？给它倒过来，倒过来，它就不那什么了。啊，给它撑过来。对。嚯！就跟那扣肉似的，给扣这边了。嘿，这家伙有点意思。这大年糕真好。有点扣偏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那我稍微弄。对，推推。好。这豆是光滑的不是？打开瞅瞅。这那必须得瞅。哎呦，开锅喽！真好哎，好不好？真棒！而且咱水也没干。嗯，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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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正好，下回再多搁点儿。开切喽，一人来一块儿，哈哈，真不赖啊！真好，大年糕。哈哈，大家好，帅哥。蒸好了呀，蒸年糕啊，大黄米面的，看好不好？一共是九层。一层豆是一层籽儿，一层大黄米，好吃吗？熟了吗？整个咬的，嗯，熟了吗？好不？好不？太好吃了！哎呦喂！整个咬。我刚才馋妈了，我说想吃吗？真好，超级成功了啊！说实话啊，嗯，我们做的时候一点谱都没有，焖锅做的，焖锅做，但是，嗯。看看这满满的豆儿，特别特别成功，吃上这有过年的感受了啊！嗯、过年正月的时候想吃，切两块，叭往上一弄，那叫一个绝，那叫一个好吃，微微的甜，然后糯，咱们搁糖少，配这如果爱吃糖那个再蘸点白糖，不用太多，就这样就这样挺好，嗯，不能太甜，对，嗯，绝了。这是比我，就是，哎，我因为我小的时候，嗯，也老有人给我们当年糕，嗯，比所有人给的年糕做的都好吃，真的是超好吃，反正比买的香，看，我真不夸张啊，太成功了，是不是？是吧？真好，大姐讲挺好玩儿，哎呀，来会儿这个带枣的甜滋的。真的特别好吃，我跟你说吧，一般的年糕我觉得吃着反正超级成功啊，不管是孩子、老人、年轻人都爱吃，挺简单的，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，真的特别好。对，如果你们要觉着那个翻过来不好翻，然后可以做小的点，小的好翻，嗯，是吧？它有那种有把的锅，哎、对，那把的锅，断有把的锅它就好翻，是吧？嗯。超级成功啊！下次咱们还继续再做啊。对。然后正月里边再吃，切两块都棒了。它是给爸和妈拿点儿去。它是可以搁冰箱里冻冻的，对。对。想吃的拿出来搁锅上一蒸就行。太解馋了。这东西越蒸越黏糊。一会儿给它切成一块块的。对。大家做没做过？吃没吃过啊？如果会更好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，如果不会更好的方法就跟我们学这个，做的特别成功，太成功了啊，超级成功，蒸年糕啊，大黄米面的，好了，我们吃年糕了啊，嗯，拜拜拜拜。